错，蔡家道在洗手台是做的干净整洁，洗碗去。为什么学校不会让我们洗碗呢？因为学生们都把菜渣乱丢，所以造成阻塞，所以学校才不会让我们洗碗。我们现在来讲洗碗的好事。如果洗碗没有先清理菜渣的话，会造成阻塞。下面是有洗碗会发生的好事。洗碗好事多多，如果有洗碗的话没有虫害，然后便当盒会有香味，然后有洗碗的话会被老师或是同学称赞。这样我们的坏处呢？如果在洗碗前不清理菜渣，会导致阻塞。以下是不洗碗的坏处：会长出许多虫子，散发臭味，还会被家长和老师骂。这就是我们 DFC 的宣导：干净整洁洗碗区。希望透过这次的宣导，让大家觉得洗碗变得很有趣。我们要一起努力做到，谢谢大家。